新锐演员、新锐团体锋芒初露，他们以多元个性谱写全新篇章，目标笃定，坚持初心，他们于点滴中磨练与成长，不负热爱，无畏前行。微博年度新锐演员胡连新、王楚然、王嘉怡、吴宣仪、张一凡、周毅然，微博年度新锐团体 Boy Story。 掌声有请微博年度新锐演员胡连新、王楚然、王嘉怡、吴宣仪、张一凡、周毅然，也有请微博年度新锐团体 Boy Story 登台，捧起属于你们的微博之光。同时让我们欢迎点赞人月华娱乐 CEO 杜华，时尚芭莎执行出版人兼品牌总经理沙小丽，为他们送上鲜花，加油点赞，有请。有请我们的两位点赞人登台。一张张青春的面孔，带着灿烂的笑容，迎接他们的鲜花和未来可期的道路，我们为他们加油，一起合影。好，谢谢。